满黄带馅的，姐妹们，露馅的，快了两个。嗯，好久没吃了。里面是胡萝卜丝和面筋。好几回买他们家。这家能吃筋道厚实啊，这胡萝卜和面筋，我腮帮子都嚼酸了。我的咬肌，我感觉都要废了，这会儿都是胡萝卜和花生，对它耐嚼。但是好吃啊，
这家味道确实可以。我发现哈，它有时候小摊不比做大店做的好，那个啥好吃。之前俺们那块有一家卷馕皮卖的贵，这家便宜，其实味道差不多，就是汤少，辣椒油轻一点。他们家凉皮是厚，比别人家的要厚一点。有可能是自己做的，有可能是定做的。QQ 弹弹。拿一个小泡椒，这个是我自己加的啊，小店里有。哎呦，煮的可黏糊了。这款就是浓汤型的萝卜，贼入味儿。